大家好，我是带媳妇儿来南通旅游的北京奇哥。来南通市区漫游数日，我们在四街老房子中穿行，感受昔日老南通人的生活。我们登狼山，看信众远道而来虔诚膜拜，登高望远，遥看长江，坐游船，人在画中游，倾听鸟儿的声音，人马上就放松了下来。夕阳西下，我们在滨江公园漫步，看宽阔江面的落日与晚霞。我们夜游濠河，流光溢彩之下，感受南通人的惬意生活。我们在紫狼湖畔欣赏时而悠扬柔美，时而动感跳跃，时而大气磅礴的音乐喷泉。我们在色园幽静的墓园前缅怀南通不可遗忘的张謇先生。我们在唐闸老厂房前驻足，看百余年前张謇先生实业救国打造的工业重镇遗址。由于时间和个人喜好，还有一些景点我没去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。如果外地网友需要，可以收藏我们的视频供以后参考。南通还有非常多的博物馆和不少特色小吃美食，我们已经在前期的视频里为大家做了总结，在我们南通的合集中，欢迎大家查看。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。